牛逼了，同志！啊，过来！请了。这瓜保熟吗？我开水果摊的，能卖给你生瓜蛋的。我问你，这瓜保熟吗？ 瓜熟肯定要了，那他要是不熟怎么办？耶，复杂，放个屁。六把枪，装六准头，看不得哪个连我的头发长。英俊的虚气，带了张意气，面上的热血，又抓狂。武器中夹子年轻人，你想要男就追不了，敢为了这一轮低调退场。如果不逼自己，只能再追成。耶，挖墙，我才不得管他们咋想，把婆娘留在了花样，社会上打磨新的是八两。 靠的不是那手气，衣服都拍没了，走不到周底。到晚上别个在休息，台子酒局，带的是肉。看生意不只是歪的，给我个面子，你只得要开心。曾经人都需要台阶，兄弟我不说那些。那我先打一拳的大哥在他那边，下楼坐我的车，后备箱放的酒烟。红包的塞的是银行卡，密码是今天的日期。 人情世故的不懂，说火麻辣就是你最好的司机。耶，咱牛逼的送老虎，你对我说的话重要不？根本是懂了不？威胁我，你跟我理想，我动摇不？对不起，我是不是怂了不？六把枪，六把枪，他吊带套路非常的要强。 装六准头，看不得哪个连我的头发长。英俊的虚气，带了张意气，面上的热血，又抓狂。武器中夹子年轻人，你想要男就追不了，敢为了这一轮低调退场。如果不逼自己，只能再追成。耶，挖墙，我才不得管他们咋想，把婆娘留在了花样，社会上打磨新的是八两。耶，挖墙，住宾馆，经常被采访，可能过西瓜，走进了发廊，翻了些头发的，不要当发毛。 好爽，今儿就点我，你见过？我在上啥意思？他妈的，什么？ 有几年没见，感觉好陌生。遇到你一下还打架有过年，那一年我应该还是个小学生。我想你过去的传闻，感觉有好几个版本。打篮球后来才看见到篮门，你说要能够耍才叫做男人。结果我说你推了个板寸，像模仿着老鹰的鹌鹑。我没得钢管，所以用板凳。别过来问我，我喜欢反问。80局起来，你荷包都还藏了几块。再等一下耍大皮带，老子们不可能控制着离开。直到我帽装起了个。
开始懂了点道理，从网吧里走出来下起了暴雨，再次碰见你开了台奥迪，副驾驶做了个浓妆的傻叔，你片儿是粉红色，别人会对你更尊重的，现在我穿到迪奥的皮袄，感觉我就像孙红雷，你顽强装牛寸头看不得哪个连我的头发长，眼睛都蓄起电脑枪，一起面上的热血又抓狂，不轻松叫啥子年轻人，你想要男女绝壁能干，为了这一轮皮的要退层，如果不逼自己只能在嘴上，刘阿强从小到大他都非常的要强，刘阿强他也是非常的坚定，接受各种的较量。去，还牛逼不，董事？行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哎，又没有？没。哎，我你要自己上去了，你这个是。你家会好不？傻的，你咋这么慢呀？操啊！别他妈给脸不要脸啊！不要，不要。不信任叫年轻人吗？是红牛吗？我的妈呀！我的妈！我嘞我嘞！从这儿开始。哇，这把贼真轻了，真不错。我有点转了嘛，是吧？那个是卧底噻。是啊。哦。少爷疯毛儿啊！这叫啥？第一个给托啊，这叫。熊二，第几个头？先不要讲英语了，我看。哎呀，我说，啥都是不要说。绳子一发了噻。反正就是正义终将降临噻，你懂不懂啊？哎，就这个阿森纳还是有点死。那也是，那也是守着嘛。反面教材，我跟你说，